阿龙妹妹啦，把先，怎么贵阳那边长官我变要比要大呢？地方都讲拉靠巴嘞，都讲我今年一秋也，看那里都一秋的嘛，拉秋里面靠阿龙家古嘞，地讲我三个是得的，好讲个，看那个肌肉爱听嘛么羡慕，都爱来钱的嘞，哎嘛一秋也古，他个比都都阿龙苗里阿个，他个嘞随便说，你们讲我去哪有喏？一秋也没路，他个来把先，阿古怎么三三马里呢？阿龙呢？对不？俺家这边骨头太有家样了，这么多棉麻皮个，得给个什么钱大些？便宜的，哎，你便宜的家里啊，你个得把我背的啊，路路要来的喏，对个吧？我最心里的说了，我那么看路没好喏，大家好，这么多路的阿龙哈，爷爷骨头呢，路阿到了讲，我爸妈么好不？我阿孙呢，不讲那个喏，爷爷我算账多了不？都么好，谁得看阿背奶的，看那他表现啊？都娘不用了啊！老白奶奶把这些阿拉骨头有了呗喏，这掉人掉白奶奶干骨头干没丢哩，白奶奶不干哩，比如这马路没丢的崩山呢，骨头有比如吃蛋多了一样的，大家得给个干干净净啥呗。